娘娘，妾失礼了。这算什么？现在最要紧的就是你的身子，赶快吃些甜的，过过口吧。 殿下从小最爱吃这个果子，换牙之前吃得住了牙。王妃从，就是皇后，就不许她再吃甜食了。是吗？妾都不知道。那当然，她怎么会跟你说这些呢？ 来人，把这个给六郎拿去。是。我怀大郎的时候，也是看见谁家的孩子都爱。明天早朝。 自请缴回监国印。臣遵旨。还有，朕回论列录英的事，我你的责任，做好准备。臣遵旨。说过多少回了，对太子妃的宠爱要有个限度。你也是快要做父亲的人了。 怎么还是这么不懂事？是，爹爹。这也就是关起门来，朕才会跟你这么说，否则的话，是，都是儿的过错。行了，先回去吧。陛下，殿下，什么事？太子妃她出事了。 他怎么了？殿下，殿下，你怎么了？殿下，殿下，你怎么了？殿下，宣太医，宣太医呀！你怎么了，殿下？快去叫太医！六郎，六郎，你怎么了？娘娘，先回避一下。六郎，娘娘，快拿水。六郎，六郎。 六郎，你怎么了？六郎，六郎，你醒醒！殿下，殿下，牛乳性平，可以止噎咳，就是连中毒了都可以拿来暂解。苏郎，苏郎，可以解毒，快，快，再去拿些过来。解毒，这生意完了，你快救救六郎吧，他快不行了。 救救六郎！姐姐，姐姐，姐姐，姐姐！
宁芝。宁芝，是我。宁芝，我在这里，能听见我说话吗？你想说什么？你别着急，想说什么？娘娘，娘娘，吴大王，你怎么来了？娘娘寿诞，我能不在宫里吗？娘娘她没什么事吧？她没事，就是吓坏了。太子妃殿下呢？殿下，太子妃殿下，宁芝，玉体已经无恙了，我也不用再牵什么国了。太子妃殿下已经，我可以回来陪着你们了。已经。闲事了。胭脂，你说你有话想告诉我。我也有话想跟你说。其实，我对你说了话，你并没发现，已经能用了。刚刚也是这么难过吗？我未来的夫人，她痛苦时，不愿意等待时，我一定会回到她的身边。我对不起啊，还是让你久等了。
到底怎么回事？还不清楚，但有个工人嫌疑不清。什么工人？报本宫的工人顾氏。他？怎么会？只有他碰过太子妃的药，外人里头，也只有他往北山间去过。不，绝不会是。还有，这是太子妃临终前。 你说什么？下的请旨，要不要请殿帅进宫啊？他现在在哪儿？先让他回来，不要惹事。殿下，滚！殿下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是谁派你来的？殿下，殿下，太子妃殿下想告诉殿下。 孩子，怀动了，等一下，送殿下回延安宫。 检查结果出来了，是砒霜。我一直想见你，可是一直没有找到机会。我想你今晚可能会进宫来，我想跟你再谈谈，可是没想到。 你想什么？我知道。可是现在太子妃殿下，就算查出来跟你无关，怎么无关？是我。
你知道，是。东华宫他，是。今天也请了齐王妃吗？请了，陛下。但不知为什么，王妃在宴前有事不到就出宫了。东华门有守军的记录，应该不会是他。 先走了吗？陛下，查出来了。那唐钥匙，是报本宫内人顾氏从东府带进宫来的。 东府的工人，他全程照看，太子妃服药也是他亲自奉上的，在场之人亲眼所见。那人他现在哪里？一时没有看见，臣先来请旨，要不要？弑君的大逆罪人，你还请什么旨？那是后宫。 听见了吗？有旨回，应该在东华门外等着。正在带人进来。殿下，殿下，殿帅派人去就行了。去。殿下，这可是大内呀，私派东宫卫入宫，这……今晚我还是监国。 陛下，您看这，今天晚上就随他吧。 出宫去，放令旨，捉拿报本宫工人顾氏，包庇者同罪。令旨，令旨。走，武当，我要去跟殿下说清楚。你还不明白吗？宫里的事情，你说得清楚吗？可是，调四位进宫是谋反，都这样了。 你觉得我三哥会放过你吗？我就怕他会放过我。
看得见吗？看见什么？那坦尼早就已经身陷其中了。这次说什么也不成。武大郎，武大郎！殿下，不先去邓华宫吗？他们会留在邓华宫等着你们去抓。他们，殿下，他一个人跑得掉吗？ 一定要找到他的同党。是。殿下亲自来了。武大王那请我领了，可是不能让他们看到我们在一起。你快走，我来引开他。姐姐，我不知道太子妃殿下都跟你说了些什么。可姐姐一定要走，那就请姐姐记住，这一次千万不要把你的身份告诉任何人。 尤其是我三哥，他们知道你是陆忠诚的女儿，太子妃的事情，姐姐就怎么也洗不清了。丧家之犬，说出去有什么光彩的？还有，姐姐记住，姐姐的乳名是。 三哥那儿，这名字也许可能救你一命。殿下，是他。 诸位，你们看我这眼睛哦的，我原以为今天的早朝要取消的，结果等到天亮都没有智慧。皇上是不是也听说了？听说昨天晚上连东宫卫都进宫了，这么大的阵势，谁还能不知道啊？东宫卫？为什么？ 这朝到底是上还是不上啊？比起陛下，哎，今天张尚书会不会来呀？不好说。这下子拦路石道都铲了，但是攀援梯也断了。你们说他这算是喜多过忧，还是忧多过喜？ 殿下。
我们先下去吧，殿下。出去。 你是想害死你哥哥跟我吧？看透抄家的祸事，别人跑都嫌躲得不够快。你倒好，想赶着往上凑，为了个毛丫头，你自己送死不打紧。娘娘，知道他没出息，没想到没出息成这样啊！娘娘，幸好，罪证确凿。 不然连我也说不清了。娘娘，他东宫的烂事，差一点就惹上了我的身了。平白哪里来的晦气？你居然敢，我娘娘，娘娘，还护着他。娘娘，他要是再敢出去，再给我惹上一点嫌疑，大郎跟我。娘娘，本来没有的事，再这么嚷嚷下去。 可真就出事了，武大王，快回去吧。这几天先别进宫来了，娘娘。 是，什么都没说，太子也什么都没说，太子没有去，人监国的事都没说，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，你说。 他怎么就连东宫的女人都认识呢？殿下，人带来了，旁人都下去。 让他进来。嗯。
是小人，小人知道，殿下不会相信小人，小人也知道，对太子妃殿下，小人有不赦之罪，就算是求死，小人也一定会赎罪，但是在小人死之前，还是要请殿下，请据此案。你想让我亲自审你？是。看来你不只是胆大包天，还是无耻之尤。小人相信。只有殿下才能够明察。想让我明察，那你也应当事成。不如你来告诉我，你真正的名字。你是什么人？